加微信呗。这是给我分组了还是给我屏蔽了？哦，不发朋友圈。发朋友圈行，分享一下美好生活。 没什么大愿望，没有什么事要干。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，你们好。你好。听说你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，不过后来就一直在家里待着，待了10年。 这些年，你被这家做啥贡献啊？靠谱死了！你说你呢？感觉对人都挺好的，但是总受伤害。 你到底为什么想大学？拳击挺有意思的，两个人打成那样，最后还能抱在一起。我以为想得到拥抱，只有对人好才行呢。 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。等于我一坐过来，你就有。啊，有了。然后我一坐过来，你就没了。我是真没有。小妹妹，你坐船头。啊。哎，这周深祖传回报我一个。 小妹妹，你坐船头，哥哥我在海上走。海上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太损了，这个。哥哥这家伙该捕鱼的了，在海上走。原来人是纤夫，现在成鲨鱼的了。哥哥我在海上走。海人。不是，我唱到这儿的时候。 发现好不对，一点海没有。来，给最后一个机会，谁来？我来。啊啊，是吧？哎哎，三亚那个欢迎来到天涯海角来。哎，这行，哎，我问一下，刚才那个哥哥在海上走，那是什么歌？
我想那有船嘛，但后面没想到是河边。这个应该算的，这个应该算，超算了。你好棒啊！这道题对我来说太轻松了，就像喝的畅清一样轻松。哇，好想像你一样。能感受到。怎么感受到？能感受到。这样显得胖了，能感受到吗？能感受到。最后一个题哈、啊，就描述对方的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确定。你干嘛？朋友比恋人还懂得倾听。对谁唱？你得有针对性。哦，当然啦，我们是唱青二人组。天底下走来个小小的你，哦，小小的你。哥，你的歌啊，就是那种老的那种，特别老，又土，但很幽默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。最后再给他一分钟，还有没有最后的机会？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。原来朋友又你用那红红的嘴唇，让我人的香味。但他俩不是情人。哎呀，你可不知道我俩一样。咋的了？别说了。为了点题，为了点一点尊严不要是吗？怎么那么委屈？哎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真的是个 bad girl 了。You are the bad girl, bad girl。我才发现吴亦凡 bad girl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你这样的话，你可就是个 bad boy。好，就结束了，这个游戏结束了，我们那个公布一下分数。哎呦，哎呀，不会是朗朗吧？最后，哎呀，天！技术转场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呀，这个好。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好。你喜欢这个吗？你喜欢这个吗？我要没有这个。他叫什么来着？多拉美，对 ，A 美。多拉美。赶紧的吧，然后我们排个顺序。对，我们第四轮的游戏叫做接力赛。啊，就是我们五位成员当中选出一个成员站在一边，然后两个人手握着手，然后依次传递这件 T 恤，50秒内最后一个成员穿上就算挑战成功。穿过来还得再穿回去，啊，穿回去啊？这手牵着手怎么套啊？套得过来，套得过来。诀窍是？没有诀窍就硬拽，不管我们的肉身。还确实是，我是够呛，我够呛，代表郎朗也够呛。太小了，那会勒出你的腰条啊！来，你再穿上去。陈俊穿就小。对呀、啊，他穿都小，我们怎么穿呀、啊？你试试看嘛。你们看一下朗朗哥的表情，又是那种第一期看到我的造型的时候的表情。我不想要机器猫了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你俩脑袋是不是这样？这样。顶着。Round one， 开始。哥，你对，哇，要，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哇，来你了，到你了，手伸直，眼镜，手伸直，有了，别动，你找一下吧，你使点劲吧，拉了，不是完全不让人动，你得也动一下，直男有点太直了，来。好，我先跳头啊！好，来，胳膊伸直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帅的，没成功。时间都到了，要回去，咱们得快。别把我们当人。那这样好不好？刚才有个问题。我会先扒拉头过来，然后赶紧把手伸直，什么？程程，你第一个这个别住了，我就拉不过来。哦，好。那我对不起了各位啊。速度。我先试一下啊。没事。你干哈呀你？我卸任了这个对象。哎呦我。你是等于说拿它去撞是吧？
撞钟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分手。世界上最贵的手啊！你天，哦，下一个，走走走，你得找找，你得找找，尝尝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头，你太高了，我这还是活回来，回来，你刚才好像无脸男哦。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你吓死我！刚才我感觉我为了赢已经疯了，失败了。喜欢我这件事，请你再放肆一点。哎，这个很搓哎。我喜欢大家，但是我又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。就是不管你有多喜欢我，我都不会让你失望。是我那个就是贵阳我自己找到的就是特别好吃的辣椒，然后我在外面外地工作，我都会一直让朋友寄过去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慰藉吧，因为一直都很少回去。这礼物很珍贵哈。对，然后我就想送给林姐。哇，对，谢谢你给我家的感觉。太漂亮，太温柔。嗯，不算，这不是缺点，这不是缺点。
虽然答错了，但是赢了我。承诺言语。哇！我赢了。今天我爱你。